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欢迎来到大人的桌游。今天来玩香港大停电。那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剧情模式的第二章。第二章相对来说是一个挑战比较高的这个章节，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任务牌必须要抽出48张，所以代表的是我们的行动数受到很大的限制。那目前现在这个侦察板块已经洗好了。那第二章要选用的是应急方案 B，那它是要放在剧情模式里面，它是要放在这个板块上的，不会放在我们的玩家板上，所以我们完成它也不会把这一张放到我们的这个 T 号行动里面。那挑战成功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完成至少2个这个任务。那现在我们来把这个任务牌堆洗一下。一般我的习惯的洗法就我把它分成3堆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抽出48张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3堆里面我们都抽出16张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OK，那这个就是备用牌堆。那你会看到，其实剩下来的牌呢，除了其实我们要放9张，哦，剩下来9张放下来之后，你也就没剩多少张了。那所以第二章节的挑战呢，其中有几个关键，我觉得会影响你成功与否。首先就是说，应急方案，因为你一定要至少完成2个，所以代表的是说，这2个相对来说受到限制比较小。上面这个的话，因为你必须要拿到一个奖励的板块，然后同时呢，这里面指定了一定要信息的，那你抽不抽得到很难说。我自己玩的经验里面，未必你有机会抽得到。所以代表的是，通常我们会优先先完成这2个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九张先排出来。第二章节的挑战基本上代表的是说，你不能够抽太多的，你没办法从这里面买太多的牌。一般来说，大概你能利用的就是你自己板块现在上面会有2个可以解锁的志愿者。再加上大概买个2张吧，也就是说，你不希望说这边的那个牌在重整的过程中烧弃掉太多，弃掉太多的话，游戏结束会更快。好，一个黄色，一个红色，那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就会依照我们2张志愿者，因为现在这边可以解一个黄色板块，一个紫色板块。那这里面完成条件里面 B 到 B，所以这里这一条线或者这一条线，一个橘色，一个黄色，所以我觉得黄色橘色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啊，如果这边。也是可以，这样子吧，那我们就先放这里。第二章的胜利条件呢，除了刚刚说到这2个，必须至少有2个完成之外呢，那35分，达到35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紫金；50分以上就可以得到2个紫金；65分以上就可以得到3个紫金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挑战65分以上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扔一下资源骰。汽油、急救包、水，OK。那我们有3个专家，因为我们2个志愿者解锁的话，需要这个是信息跟水，这个是汽油跟饭。我们有汽油，那我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可以有2个选择啦
首先就是我们把水这个急救箱，我们付出一个移动指示物，然后拿信息，又或者是我们用汽油，然后这个移动指示物拿饭。哦，不过我想基本上都要付出一个指示物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。那我感觉为了让这个等一下打起来更顺利一点，所以我们先拿这个，先解开黄色这个人哈。那也就代表是这个，等一下我看看，汽油还是得先拿，等一下解它，然后红色，等一下付出一个指示物，另外蓝色呢，我觉得。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进到派遣，黄色一个汽油，红色我们付出一个指示物，然后我们换成是信息，蓝色加一个水。好，我们进到完成任务，那我们用一个水，一个信息，把它解开来了。那我们除了可以把这张牌收到我们手牌里面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放一个黄色，放一个方块在黄色，那我们就放这边吧。OK，侦查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方块这里，所以这四个区域我们都可以侦查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区域吧，有没有信息呢？太好了，有信息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解。应该就可以比较顺利完成这个，那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弹性就变大了，很好。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考虑去完成这个侦查，去拿侦查板块。新的任务牌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任务牌哦。因为我们只能最多拿两个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尽可能都是拿这一种的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尽量拿这种。例如像这个，就是说你只要有办法在重整阶段有两个饭就可以四分，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用的。通常我的考虑就是说，在这些牌里面要买，如果能买两张，其中一张一定是志愿者，另外一张一定是让我们可以转化分数的。哦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保，因为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不是35分，我们要挑战的是这个。65分，所以虽然这两个板块，再加上我们等一下如果有这个恢复区域供电的话，它可以的给我们一些分数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至少一半的分数，我们要考虑用一些手段，可能是用侦察板块去取得更多的分数，又或者是我们有这种有这样子的这个卡。我们可以用 T 号行动来去转化它。我们暂时不买，所以进到重整。那单人挑战剧情模式的话，只把第一行的最后这个最右边这张弃掉，其他两列不动，除非你有买牌。如果你有买牌，那当回合的那个重整就必须把每一列的最右边的一张都弃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没有食物跟水，所以不用转化，我们还没办法恢复供电。我们可不可以补抽手牌还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有5张，所以我们回到第一个步骤。接下来我们来骰三个骰子，信息急救箱工具箱，OK。那这回合汽油我们现在有，但是我们没有饭。这样代表的是我们有可能还要再转化。那我考虑等一下，我希望先救一个人出来，所以可能是用红色来转化就好了。这回合我们这样进行吧。现在目前看来，希望先把这个人救出，解开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红色付出一个指示物拿饭，所以红色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用黄色的拿两个信息。接下来这回合我们先用侦察员吧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派出，所以红色我们拿一个指示物，哦，我们放饭，然后接下来两个信息，
那我们用一个信息来换一个侦察指示物。另外，我们可以拿2块钱过来。OK，好，接下来完成目标。那我们有一个饭，我们一个汽油，把这个人也救出来。那同时，我们可以放一个橘色的方块，那我们就放在这里。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这一个区域了。好，侦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域吧。汽油急救箱跟急救箱，OK。新的任务牌，我想看下一轮，所以就这暂时还不买了，重整。接下来把这个弃掉，还没有要攻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补手牌了，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一列收回来。接下来下一回合，我觉得我要把这个蓝色的这个志愿者先救出来了，从医院救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，重新筛急救箱水跟食物。有点尴尬呀，急救箱是好事，我们可以用，然后把医生派出去。那饭，我们是不是先攒一些钱，也是可以，所以可以派出这个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那我们这一格先打医生，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完成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了。另外，我们要一个红色，红色2个饭4块钱，先攒一些钱吧。等一下有可能我们买牌也是有需要用的，好，把红色放过来，然后。蓝色，我们需要一个急救箱。好，就这么进行。那蓝色，我们先执行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急救箱。红色，2个饭。医生，我们用一个急救箱把这个人先救出来。那我们可以得到2分了。好，那结束，完成目标。这边需要2张黄色，一张红色，一张紫色，所以我们这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一个方块，同时拿5块钱回来。很好。那因为暂时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别的目标完成，进到侦查。我觉得这回合我有想要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收这一行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挣扎。我现在有三嘛，所以刚刚这边是不是有？想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别的区域如何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区域吧。八，哇，都这么大呀！四，这边有一个，那我们就完成这个吧。好，这个需要4个指示物，所以我们现在有3个。然后我们再派出一个人吧，派出一个红色的人，志愿者。然后，所以这一张我们就解掉了。那代表是我们可以拿1分、3分。这个弃掉，这个人不好意思进医院啦。好，那接下来新的任务卡我们也暂时不考虑，重整。所以把这张弃掉，这时候我们要再补3张了。我看一下啊。好，我还没有恢复收手牌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收回来。好，进到。
旧香水、汽油。这回合呢，首先我们要开始为这个解锁这个功能布局。所以黄色我先打在这里。接下来，我们已经有一个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解这边，我把那个目标也达成，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有弹性。然后，我现在有点考虑买这一张、这两张。这个保安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有机会刷分，这一张也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用饭刷分。刚刚我们忘了把这个，这两个应该是要刚刚在重整阶段应该要换4块钱的，所以我们换一下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进行。那急救箱我们应该也要用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把领导救出来，所以红色的急救箱，红色。先这边吧，也许等一下看看。然后我们医生派出来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派出志愿者，所以黄色，我们拿一个汽油；红色，我们拿一个急救箱。医生派出去，急救箱用掉，把他救出来。那我们可以得到3分，所以现在是6分。OK，那完成目标，现在没有什么侦查，可能现在先不做，等一下有了一个搜索指示物再说吧。新的任务牌，我们要买吗？那我们把这两张买下来吧。那因为这两张，第一张要花4块。第二张要花3块，所以我们要付出7块钱。那我们把这两个放进来。好，重整。那我们就要把这一张弃掉，这一张弃掉，这一张也弃掉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这里要补3张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剩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9张，这边还有2张，等于11，等于我们可以燃烧，弃掉11次，我们可以做11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样子剩下的11个回合数里面，我们去转化分数吧。我们不去，没有办法恢复，补充手牌，现在暂时还不能补充，所以回来。接下来，有谁？急救箱、工具箱。好，那我们这回合，我想这样做，黄色在这边，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。转化，至少可以拿2个水换一个搜索指示物。接下来，红色，这个要2个工具。蓝色，现在没有蓝色。红色，一个工具箱。然后我们用一个，用领导，等一下这一列会收回来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黄色2个水，红色一个工具箱。接下来，领导加一个电池。好，结束。OK，我们这下可不可以解任务？暂时还不行，等一下可能可以解它。蓝色。我想一下，蓝色。那我们先把这2个人给解掉。侦查，
侦查，我们拿这个吧，拿这边看一下。钱、电池、信息。OK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好，新人物卡不拿，重整。先把这个换，两个水换一个指示物，然后弃掉这一张。我没有食物嘛，还不能恢复，补充手牌，我们要补充，所以要把这一列收回来。又回到汽油、食物、急救箱，这么容易只能急救箱。OK，看来这回合我们可以打出个 combo 了。我们现在有两张红色，两张黄色，所以代表是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在这边各放两个，各放黄蓝色的话，我们这两张就可以解掉了。两个工具，我们有两个电池嘛，虽然只有一个工具，但我们用一个电池代替工具，所以可以这一张也解掉。这个用4块钱，我们现在有8块，所以钱也不是问题，所以这两张等一下就可以解掉了。那这两张解掉的同时呢，我们可以放两个方块，一个紫色。一个任意颜色，所以我们放这边。那这样子，这个 B 这一条我们也解了，所以这个解掉了。那如果等一下我们侦查的时候呢，我们解掉一个信息的，这边也解掉了。哇，所以这回合我们可以做不少事情。那我们就这样进行吧。所以蓝色蓝色，那我看一下，我们有一个信息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增加，因为这边要紫色，所以等一下来看一下，也是可以用点钱。好，先拿指示物好了，这样子吧。那我们派出志愿者，蓝色一个急救箱，再派出一个蓝色，有一个急救箱，然后。这边我们用一个信息，再拿一个搜索指示物回来。同时，我们可以拿2块。好，结束，完成任务。现在这边两张黄色，一张蓝色，所以我们付出4块。这里4块钱，所以这一张解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加2分。同时，我们可以放一个任意颜色的，我们先放这边，那就加到T 号行动了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开始用饭来换分数了。接下来这个两个红色，一张蓝色，所以这个解掉。那工具我们只有一个，所以另外一个用电池，所以这张也解掉，我们可以放到辅助牌。同时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在紫色，所以这个 B 这条线就完成了。很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，可以再拿5块钱回来。好，那进到侦查，应该是这一个嘛？哎，等一下，刚刚上面这个好像也可以，这个吧，是因为只有4分。OK，所以我们派一个黄色，这样子吧。看看，我们等一下对钱的需要还算有限，除非我们要买电池，因为我们基本上等一下不买牌了，不买，所以，对，黄色，先派他出去吧，等一下把他救出来可以得个2分，好，所以这样子，我们这个就解掉了。那我们可以拿一个信息，
那不好意思，济公，你进医院了。不过别担心，等一下我就把你救出来。好，那所以侦查完了嘛？新的任务卡不买，重整。我们现在这边没有要消耗的，然后我们弃掉这一张牌，接下来我们再补三张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好快哦！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，只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回，八个动作，八个动作要把这两个解掉，因为这二十分很重要啊。嗯，然后想办法去换分。医生，这个可能我们要这样子，就是说一方面保安打出去，一方面让人进医院，再用医生把他救回来，因为那个上面有分数，所以有可能我们就是让持续让领导进医院，用医生把他救回来，这样子呵呵也是一个换分的方式哦。OK， 所以还不能恢复补充手牌，我们现在没办法补充，所以回到起点。接下来我们来扔一下骰子，随时物工具。好，这回合我们这样进行吧。所以可能保安放这边，因为等一下这一类要收回来，我们可以补充手牌，所以我们就立刻再把它收回来。然后我们用一个领导，因为它可以再加一个电池，等一下还可以用来。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红色，所以我们用电池来换分。然后接下来这边两个饭，两个用蓝色换食物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转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派出志愿者，所以我们拿一个电池。接下来保安，我们用一个电池代替一个工具箱，所以我们可以换两分，这边又可以得两分，所以是四分，那就是十二分。好，两个食物结束，完成目标，没事。侦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嘛，暂时先不用急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。其实我们目前做，如果他进医院，等一下再把人救出来，也是可以考虑。看一下哦，这两个我们刚刚看过了，看一下这个吧，八、五、六，所以也是有两个分数的。OK。新的任务牌不做，重整。把这个去掉，回不去御工地啊！对不起，等一下。那重整是我们拿这个两个做这个替代行动换四分，两个食物，所以我们就十六分了。那另外刚刚完成目标这边也可以再完成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了哦，所以。这边有五块钱，所以我们这一张就算是全部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赶快来挑战分数咯，我们现在十六分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些任务做，所以等一下这个收回来我们可以再做一次，因为这一张等一下我们要解这个任务这个能力，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样收回来之后放在这边，我们又可以再做一次。这就是我想的 combo。 OK， 好，所以补充手牌要把这一列收回来，好，那接下来回到开始，
水饭急救箱。那我们就如刚刚所安排的，这个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拿红色。等一下，这一列就开始来排解它，所以。我们安排一个医生，等一下救一个人出来。OK，先这样子。好，进到派遣，所以保安我们还是用电池来换，所以我们可以加4分，20分的红色。2个食物，医生，急救箱，我们把一个人救出来。我们先把红色这个救出来了。济公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好，完成目标，目前没有侦查。我们目前现在，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打开来。哇，这个五一二三四五八不够，我们现在有2个，要不我们这边等一下也是有分数，所以那我们把电池，我们把电池，然后我们这样子好了。这边，所以有电这个电池解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电池回来。这其中一个人进，因为连都不用洗牌了，都是同色嘛。好，接下来新的任务不管重整，这里这2个可以换4分，所以我们现在24分了。然后。没有了，弃这张牌。恢复区域供电还暂时做不了。其实我们要想想看，这边这个如果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什么手段加一个，除非我们要买一张牌。买牌现在一二三四五六，觉得还是有点尴尬。所以补充手牌，现在四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列收回来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哦，对不起，刚刚忘了做一件事情了。刚刚我们可以把这个解了，因为刚刚是2个，所以我们忘了做这件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把付出10块。那现在我们可以放4列了，所以这边有34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离我们要挑战65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好，重新筛。水、食物、汽油。好，这回我决定这样子哦，就是我们还想要转分数，所以呢，2张蓝色。哦，这个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是要预留解这个空间，所以这一排是用来等一下解这边的。那因为等一下这一列应该会收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打。哦，应该还来不及收，除非我们要去救人，因为这边再用1张，这边有5张，我们现在要4张以内才能补手牌，所以这个先增加一个电池，也可以现在这样做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去搜救。
丢一个人，这样就四张了。嗯，也可以这样安排。两个水可以换一个指示物，我觉得可以考虑，所以这个黄色在这里吧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进到这边，先黄色两个水。然后这里用电池代替，所以再加四分，38。这两个分别是食物。好，大概在下面4回合，这个把它做完。OK，那我们要累积4个资源，所以。或者是等一下用电池买也行。侦查，我们先暂时不做好了，这边也先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可以先放。新的任务卡不动，重整，这张弃掉。哇，一。二、三，然后我们这两个食物就换四分，这边38，边42，这两个水就换一个指示物。好，暂时恢复不了，可能我估计现在我们大概只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4、5，对，大概最多就5回合了。5回合，我看看哇，结果真的是完全是靠它来转分数啊！但我觉得也还有一些其他机会，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上面多赚一些分数回来。OK，好，所以我们因为刚刚没有做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补手牌。刚刚我们好像说应该去做一个探索的，但是我们已经选了，好吧，没有办法。OK，所以这个44444，OK 10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重骰一下。哇，3个都弃哦，这么会骰。OK，这是工具，这个是汽油。这边等一下，应该放红色。对，红色先放这边，领导放这是，等一下收回来。黄色是信息，先放这边吧。然后这一张，我们信息看一下啊，红色，但等一下就没有红色，就一个人出来，汽油，信息吧，好，进到这边黄色，所以一个信息，红色。等一下这两个信息，对，这两个信息我们就付出4个指示物，但是我们这边只有3个，所以我们要扣1分。那我们把这两颗信息都放在反，因为我们要转化4分。红色这个呢，我们再付出1分，然后我们要放在
这个工具。这里呢，我们现在只有那个 T 号行动，那个现在不能启动，所以我们就放一个电池。哦，因为这样子我要确保，等一下虽然说刚刚被扣了两分，但它这个会收回来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事。好，下一回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掉了。嗯，很好。然后侦查，其实我们现在做得了吗？这样等一下就是收回来。嗯，蓝色那张，我们先不做吧，先不做。所以不拿牌了，重整这边这两个换四分，所以现在40、44，这边不动嘛，哦，然后回不手牌，把这个抓回来。嗯，好。哦，对不起。刚刚重整，我们忘了删掉一张牌。嗯，汽油饭，很好。这样子，这一张饭一定要打，刚好就打在这，所以顺便又可以解掉它，非常棒。然后我们要再继续拿分。这个时候，这一张先放这一个工具，然后这个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要用医生了，我们要用医生了，所以这样子，等一下医生把济公救出来，嗯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好。所以先两个蓝色，所以等一下又有再有四分。这个先用一个，所以这边就有四分，48分。医生急救箱，我们把济公救出来，所以这里有两分，50分。这边我们拿一个电池回来，OK。就是刚刚用掉的，嗯，三个，也许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空间，我们就再解一个任务吧。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有5分，至少有5分可以拿，7分，OK。完成任务，现在这个可以完成了嘛？对不对？哎，有四个资源，那我们就拿这四个，就拿这四个资，两个电池，两个信息，这四个资源，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。那这一列等一下要收，可以回收，所以我们现在6张就可以补了。然后10分，我们刚刚50嘛，现在60分，很好。这样我们可以确保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今天的挑战侦查。我觉得是可以，但是等一下可以多算分。我看哦，现在这个时候三，嗯，五都是五的哦。那就算新的任务牌不拿，重整这两个换四分，所以就是64分。然后弃掉一张牌，也还是没法恢复宫殿，补充手牌，把这一列补充回来。好，接下来。我们等一下是可以考虑再把这个人救出来了，因为这样子结算的时候就可以多一分嘛，一分也是一分。今天现在就看看这个第二章节，我们可以挑战多少高分啊？
好，接下来回到最开始。哇，刚刚资源就已经用的全部了，水、食物、急救箱，不错。食物，那等一下红色可以打。那我们先打这边，蓝色的急救箱，把人救出来。这打这，这样子吧。好，进到派遣，红色，所以两个食物，一个蓝色。急救箱，两个蓝色。我决定再付出扣一分，然后把这两个就这样放着，因为这样等一下就可以无限次数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转化两次。那因为这边也够，所以等一下哦。对，我们用汽油啊，OK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用一个汽油换一个植株回来，然后再拿2块，不是2分。好，结束，完成目标，目前没有侦查。我们现在有两个植株哦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。两个指数，六八，或是这个3分，3分也是不错。因为现在只剩下一，等一下要补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吧。这样换也 OK。那我们挑战这个吧，八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边有二，然后我们再派出这两个人，所以就八了，所以解决掉了。那这个3分，我们先拿66，把它转过来，然后一个人进医院。OK，新的任务不拿，重整的话，弃掉这张。那我们其实也只剩下3张了，所以游戏就结束了。那结束之后，我们要可以把这一回合做完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次。可以再做一回合，所以就基本上就结束。恢复供电啊，等一下，重整我们还没算。我这边有4个食物哦，我们这边这个 T 号行动哦，我们可以做。那我们可以得到8分，八分就是74分，74分。OK，然后。我们等一下有急救箱，但是医生救不出来，补不了这个牌，来不及。所以等一下44，我们可以先决定补这个。啊，可是我们没电池。看一下，哦，可以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等一下，但是看我们等一下甩不甩得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应该可以。好，接下来补充手牌，我们把这个补充了，希望等一下可以。应该是可以转化一点资源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最，饭、汽油、急救箱，蓝色、红色，看一下哦，红色、黄色。那我们黄色等一下付出一点转化这个工具，然后接下来保安，红色，红色我们也付出一点，变成是饭。蓝色这一点也不够，所以我看看哦，那就是拿一个。
好，就这样子，黄色扣一点，然后我们要放在工具这边，然后红色这个就放在急救箱，这个红色呢，我们要再扣一个，拿一个指，相当于拿一个指示物嘛，哦，然后我们把两个放在食物，接下来我们执行它，用一个工具，4分，所以这里就76分。好，那派完了，完成任务没有做侦查，我们可以考虑再来看看有没有个4分的，我有点忘了，看看这里，哦，好吧，记错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新的任务卡，这个现在都不管，重置也不管了。这边我们可以换4分，所以80分。好，我们也不说，那这样游戏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算，这边没有一个资源是1块2块钱，那我们现在剩下多少？5块钱1分。这里有5块，这里也有5块，所以我们有2分，2分82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有解开3个，3个花了3分，所以我们就85分。最后我们来结算一下，我们现在手上手牌，医院的不算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有1分、3分、4分、6分，医生没有，七、八、十、13。15、18、19、20、20分，20分呢就代表105分。好，那我们算是成功挑战了这个第二章节。当然啦，这其中，这个保安这张卡帮了我们很多忙，再加上我们有这两张帮了我们非常多忙，它让我们一直不断的转化分数。当然，我们也很顺利的把这20分也拿到。这个第二章节，当然这两张卡算是帮助很大了。那就算是没有机会抽到这两张卡，也还是有一些转化的手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。你有兴趣玩玩看这个香港大提炼的话，我也非常推荐说你可以玩一下，因为它也算是一套我觉得可以训练你手牌管理的这个游戏哦，就是你怎么样去思考打牌的顺序，应该要拿什么牌，最后让你可以顺利挑战成功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